的时候常常说想要帮学生，能够帮他们找一些实习的，因为有时候很多南部来，那有时候那个比较贫困的家庭，如果能够让他实习的话，那可以更好。为解决学用落差问题，协助学子毕业及就业，一人力银行与全国各大知名大学推动产学合作平台，并与淡江大学举行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借此深化产学链结。淡江大学与全球华人有限公司一人力银行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仪式开始。产学合作是淡江大学长期以来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在淡江大学迈入第五波超越之际，持续推动及强化产学合作，提升产学创新研发能量，加强本校人才培育与产业的连结，减少学用落差。所以在11月11日也推出了产学合作平台。除了产学合作平台，还有大学网啊，我相信这个跟我们学校都非常相关啊。那这个产学合作平台当然主要就是媒合啊，媒合产业界跟学术界。那为了产学合作呢，所以我们在延伸的做一个大学网。大学网的目的也就是希望把各大学的一些研究所的那些老师的特色专长哦、著作等等，能够公开在这一个大平台上，让很多产业可以来寻找。大学网我们希望把各大学的特色哦，能够来强调哦，让那个我们。虽然让学校可以找到优秀的学生，像我们这个大学里头有一些奖学金的，有一些学杂会前面的。一人力银行与淡江大学凝聚双方能量，让学用落差、毕业及失业成为历史名词。透过大学网的启用，为企业、学校及学生创造出三赢的正向力量。看完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